南梦宫真是越来越佛了。上周在三创园区所举办的活动当中，玩南南梦宫一口气宣布了两款 PS 的大作确定中文化，这对台湾玩家来说真的是喜事又添一桩，以后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就不用苦读日文了。当然中文化大作一定要支持一下的哦，赶快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吧。呀大呢，中文游戏又添一桩。万代南梦宫即将要在 PS 平台上推出的《圣斗士星矢斗士魂》，现在正式宣布将推出繁体中文版啦。在上周末，万代南梦宫在三创园区举办活动，一连串公开旗下作品中文化消息，其中还包含原先在 PS3 与 PS Vita 上发售的《刀剑神域：虚空断章》，经过修正加强移植到 PS 平台上的《刀剑神域：虚空断章》导演版，也确定推出中文化游戏，让台湾的玩家享受零差距的故事剧情。另外，首次在 PS Vita 上推出的《太古达人 V Version》也会释出专属中文歌曲 DLC 供数位下载。这么佛心来着的游戏厂商，玩家们千万别忘记用行动支持一下喽！